休闲说对这个游戏已经失去热情，现在打职业就是按工作的思想去打，真的假的？哎，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也不能说没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对吧？他应该只是说这些实话啊，现在肯定是对跟一开始的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呀。来了，你们久违的鱼呢？来了。你知道他也拿过世界冠军。那我是觉得这个游戏还是可以玩，还挺好玩的。我就算不打职业，我还是会玩英雄联盟吧，感觉就是没什么好玩的游戏，你们觉得呢？可以。哦，不是，大哥。好吧，我们全死。哎，好。好，哦，他好肉啊！哇，晚上他真的，哎，王阿拉夫的。多少沾点？下一位，是不是你？哎，就跑了？马上。好，你现在为什么去世？你要学哪个？说实话，你说。A 他 A 他，不要送我，不要送我！一波一波一波！